在准备刷牙洗脸。对了，前段时间打了耳洞，我现在穿衣服啊，现在弄这个啊，都特别小心，不然扯到它会很疼。我要买牙膏了，今天，不要忘了提醒我哟。妆化好了，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换衣服。穿这条格子裤和这个 Brandy 的上衣 ，OK。好了，准备出门。今天呢，我就早上一节课，八点半开始，3个小时的。然后下午的话，应该就去图书馆学习，然后回家之前去超市买牙膏。对，我的车还有6分钟才来，对，要在楼下等一会儿。今天没有吃早餐，因为太早了，不是很饿。一会儿课间我去那个楼下的咖啡买个，croissant 之类的。Hi, Jamie. Hello. How are you? Good.学校喽！天哪天哪，我刚来到教室，那还没人。实际上今天是在图书馆见面，我忘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走楼梯。我的天哪！About how Tiffany also coincide with the turning of the 19th into the 20th century. Have new. 天哪，教室里面太冷了。我现在在楼下，然后买了一个咖啡，然后还有一个 chocolate croissant， 坐在这个下面吃一会儿。下课了，然后现在我在图书馆里面学习。这两天会有一个 kinesiology 的考试，就是人体学应该是，对。然后我有几个 chapter 需要读一下，然后复习。现在离开图书馆了，然后准备去吃个午餐吧，不知道算午餐还是晚餐了。现在都3点多了，刚刚大概学习了3-4个小时吧，然后读了3个章节，对，太饿了，先去吃个饭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沙拉，超大。这个是 pita bread， 超级好吃。哇塞！
现在在超市，然后准备买一些东西，牙膏，对，牙膏，油用完了。美国这边呢都没有那种擦手的湿纸巾卖，要不是用来做清洁的，要不就是，给宝宝擦屁屁的，所以我每次都买的是给宝宝擦屁屁的。啊，买好东西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回图书馆去继续学习。其实我回家做作业也可以，但是我想在学校把它搞定，免回家还得就是会很累，就不想动。先拎着我的 groceries 去学校，天哪！这个里面的房间没有人，希望在这间房间做作业，因为比较安静。我现在准备回家了。在等我的车啊，我到家了，然后现在先收一下我买的东西。这个是用来擦桌子呀，然后擦什么哪里脏了擦哪里的，上面有那些消毒液什么的，面霜，一个白天用，一个晚上用。牙膏是必须的，还有湿巾。油用完了，个盐就买了这些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准备去卸妆洗澡啦。我现在呢，准备在床上，然后用电脑，写一下公众号的内容，因为我不是几个月之前开了公众号嘛。有一些写内容啊，还有一些分享的东西链接啊什么的。像我肚子有点饿了，这是我昨天开的木瓜，然后先把这另一半给吃掉。将近四点多吃的午餐嘛，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吃，因为也一直没饿，但是我想现在太晚了，如果再吃一顿的话会胖。就是我之前在打折时候买了一个唱片机，对，里面就是这样的，是在 Urban Outfitters 买的嘛。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就是它可以接蓝牙，所以就算你没有唱片的话也可以用它来放手机里的歌啊什么的。我买了一个这个 Bing Crosby 的 Vinyl， 这是一张圣诞专辑。你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，但是里面的歌你们应该都听过，就很多经典的圣诞歌都是他的版本。Just like the ones